Yoga, welcome to channel. 今天是猫咪大战争时间 ，Trick or Treat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进行好久不见的猫咪大战争转蛋。那这一次呢，要为了配合31号的万圣节，所以我们要来转这个万圣节派对转蛋。那在这个万圣节的系列里面呢，它有鸡西有万圣萌萌猫。然后还有两个超级稀有，一个是甜心温蒂跟恶魔山迪亚。那我目前都还不知道，我都还没有去查过这三只角色的功能是什么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来十连转吧。那现在又推出了这个十连转必定会有超级稀有转蛋的活动，所以把握机会来转这个万圣节派对的转蛋。那就让我们来进行十连抽吧。好，这个弓箭手猫，这个我好像已经快要，我已经转到了8只了吧。好，再来是超能力猫，发条猫，哎，不是吧，我这极稀有嘞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没有这只，哎，新的。摇滚猫 ，Rock and Roll， 然后那个烤面包猫，鸡西友，哇，这个头套也太热了。面包鸡猫，放浪兄弟猫，看一下，再来，这个猫咪翻掌，我记得这个是对黑色敌人用的猫。森林猫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超级稀有嘞，是吧？车轮猫，好了，机器猫，万圣节萌萌猫 ，Happy Halloween， 应该还有超级稀有吧？超级稀有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像很帅哎，恶魔山迪亚，好。那我们来，先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恶魔三迪亚，恶魔三迪亚的，好，使用，好来看一下哦，等一下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超级稀有，恶魔三迪亚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万圣节限定造型，操纵雷的力量的电脑少女，远距离发射强烈的雷电，给予黑色敌人超大伤害。嘿，感觉很猛呢！哇，好，那大家要赶快这个把握这个超级稀有十连抽，那大家要赶快把握这个十连抽必定出现超级稀有的这个活动。然后在这个期间内去做这个十连抽的转蛋会比较划算，因为就一定会抽到一只超级稀有。好，但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那个了，所以我来抽这个转两颗，利用这个金券转两颗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来喽，我们再加码转两颗，然后转的是这个银河美少女系列。好，哇！斗士猫，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加转一颗就好了。来喽，我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咦，游泳猫，冲浪猫，咦，好酷哦！影片结束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帮我点一个喜欢，并且在这边订阅我的频道以及我的 Facebook， 就可以接受第一手的资讯哦。那我们下次见。